另一个问题有人提出来说，因为看到一本书上说男人与女人修行的方法不同，所以女性需要第一步修这个斩雌龙，那么认为女人首先修好修了斩断雌龙以后才能够动男人一样修一样，是不是正法？希望答复。这也是道家的说法，佛家佛在真理论都不谈，没有这个事。但是修道家，刚才说修丹道的人非常注重了，就是你听我讲过啊，中国的医学道家的女人是40岁第一次来月经，就是破了身了，不是完整的童身。在女性月经期没有来以前，在男孩子性的观念还没有开始以前，男女两个同等都算是童身，童身修行就非常快。这是佛道两家是认为同体修行是非常快，因为不是身体关系啊，心的关系，此心的染物就不多嘛。那么道家强调是身体关系，所以一般高哲学的认为道家的是偏重唯物修法，佛家是偏重心理的修法啊，卫生的手法，都有他的理由啊。道家手法认为破了身的女人，所以七年一个变化，14岁来月经，49岁就月经没有了，老了。那么现在医学叫更年期，上次都讲过的，男人也有更年期啊，都讲过吧。啊，哎，你点个头也好吧。如果你说我没有听到，那你再去听录音去吧，我就懒得跟你讲第二道。那么道家的手法为了练身体，因为譬如说已经过了20-30岁啊，40-50岁的人月经还没有断的话，或者生过孩子，或者没有生过孩子，要恢复到童体，就修一个法门叫斩雌龙，把这条龙月经代表这条龙呀，一个月来一次啊，要把手断。所以认为月经手断了就恢复女性的童体。如果说这个女的已经超过了70-49岁以后，天然的更年期月经没有了，那么修行必须修的，譬如说60岁、80岁、90岁的女性，必须要修的月经再来了以后又把它斩断。就要加2-3倍的修法了，这是道家这一套理论。注意啊，我们现在的课题是生命科学，哎，这个问题你问得很有趣，这里医生很多啊，有妇女月经这一科的权威大师、医生大师黄医师在这里啊，啊，还有洪医师啊、朱医师啊，这些什么师多得很。这几位都是大法师啊，朱大法师啊，洪大法师、黄大法师啊，都是大医师。在他们的学理上，他们都是正统的大学毕业，正统的拿到学位的
博士，医学博士，啊，就是西方这一套医学不承认这个话，不是他们三个人不承认啊，在西方医学这个理论啊，不承认。而且假设叫一般的妇科道理，这个女不管是中医西医，这个女生假设一二十岁忽然月经好久不来了啊，在中医还要吃通经的药呢，认为是病态啊，在西医认为也很严重。哎，但是有些病例也不一定，譬如有些女生天生下来的一辈子没有月经，像我有个学生就是这样，现在好好几十年不见，大概活到应该还是六七十岁了啊，他一辈子不晓得月经是什么事。还有些女的呢，三年一次月经，还有些六个月，还有些三个月，这一类的女生在中国的说话叫做观音生，就是前生有修行的，或者是和尚你过来投胎的，哈，所以叫观音生，身体的生，那正是命好。一个女的没有这个，一个月麻烦一次，这个没有，那真是观音菩萨观音生啊。但是在医学上做，假设这样观音生的人结了婚，会不会生孩子怀孕呢？又是一个问题了，科学问题。他可以没有月经，还有没有说排卵的作用呢？所以佛法道都是科学啊，问题大得很啊。哎，不能再讲了，讲下去好像在医学院给你们讨论上课一样。讲到这里，答复你这个问题，说女生一定要先斩雌龙，再跟男生同等的说法，是道家一派的说法。啊，那道家的忌讳多了，女生月经来了还不能打坐了。打坐要出毛病的，都靠不住的，啊，没有这回事，啊，当然，你假设叫道家的修法有为法来修，那月经来上不应该打坐，你拿套有为法要修，如果修复空嘛，一切该空，外念都不动了，那月经来不打坐没有关系，所以问题在这里。你这个问题要打起来，我看看，我要给你上60个钟头的课，算多少学分啊？那大概就是这样啊，这个问题呢，打到这里，你们尽快打坐啊，现在我在打问题。一大堆，好，有人问，嘿，这位小兄弟，你写的太客气了，请问菩萨，赶快把这个条子送到大殿去，嘿嘿嘿，谢谢，不要太客气了，我哪里够得上这样，你这样称呼我就不受不了啊！你问的问题是一念毁机，日常生活中如何应用呢？身不踏实时如何起身即乖，不起身如何做事？你这个条子里头三个问题，哼，标志还不到2寸，
问题就三个，啊，修佛修道的人都还很占便宜的啊。怎么样是一念毁机？这是达摩祖师的话，一念毁机，别通本德。下面还有一句八个字，两句要连起来。那么在文字上先告诉你，回机，机在就是机关嘛，就是开关嘛，对不对？譬如我们开电灯，那个电灯的按钮在那里，那个指头一按它就亮了嘛，就是开了嘛。一念回机，就把这个机关呀，电就回去了，就不亮了嘛。这个比方，毁机就开这个机关，一念毁机，你这个念头一起来，就把它关闭，回到原来不起念的地方，当然是别动本德就对了。你现在能不能做到一念毁机呢？一念毁机就是这样，念头还没有起来，不是压下去，念头一来就空掉了，回到本来空的地方嘛。假定你能够到达这样，是真的是这样，我不敢断定你，我没有看到你这个人，也没有看到你的修持啊。假定你真的这样，你下面问，在平常生活中怎么应用呢？那你就应用更大了，一念回去回到你那个本空的正盖，是心如明镜台呀，啊，再高一点是心明镜也非台，本来无一物，何处惹尘埃，你就千真万马当中都可以去了。你就是不是众生，做任何事一点都跟你沾不住嘛，因为你一念回本空嘛。日常生活中活泼泼的，天真的，干净的，不受一切污染的，嘿，就怕你做不到。你做到了，你还写给我请问菩萨，我倒答复你是菩萨哈，真的哦，菩萨。这样第一个答复你，第二句你问心不踏实的时候是怎么样，心都不下外面，踏实两个字，不下踏就是代表外面，此心都不外跑，不乱跑了，你说怎么样？你还问我心不踏实是如何？你问我这个心不外跑的正该怎么样啊？还是问我的心？你问的人说我的心已经不外跑了，怎么样呢？对不对？你问的逻辑没有实在清楚嘛？对不对？如果我用彩中的打法，你说心不踏实是如何啊？我要叫禅宗打法，如果你在我前面叫古代的禅宗，你站在我前面何来一个掌？请问心不踏实是如何？我是禅宗大师的话，得了，不答复你了。哎，你心已经不踏实，你永远跟我站在这里吧，对不对？心不踏实就好了嘛，只要不是红尘，不是挑主，那还有个如何啊？还有一个禅宗还可以给打发方式，你问我心不踏实如何，我瞪着眼睛看了你半天，两个手一指，心不踏实就完了吗？这就是禅。现在不跟你谈这一套，你心不踏实如何这个问题你没有写清楚，问
不过你下面有起身即乖，不起身如何做事啊？动念即错，起身即乖，就是讲修定时候的正在，还要看修哪一种定，用到这两句话啊，所以叫起身动念即乖就不对了。如果你要做事啊，哪有不起身的？当然起身。那么你就参考，我告诉你，你参考永嘉大师《禅宗集》里头后面的两篇重要《奢摩他颂》跟《毗婆沙那颂》。奢摩他就是观，就是三摩地了。古代发生奢摩他就是三摩地，古代音每个时代音不同，毗婆沙那就是观。永嘉大师禅宗集，哎，他讲做功夫修止观，就是不是普通一般的，就禅宗大菩萨的路线。你问得很好，起身就乖，不起身怎么做事啊？我告诉你，你去看啊，我引用永嘉大师四句话，这跟你们大家用得到哦。尤其你们这些大居士，这里哪位大学校长呢？那个海淀大学校长，诸位大教授都在这里啊。你们很多做事的都用得到，恰恰用心事。我们国语念恰恰了，广东话跟我们温州话咔咔。啊，咔咔用声势，恰恰用声势，恰恰五声用，五声恰恰用，常用恰恰五，那高明到极点啊！啊，恰恰用声势，哎，永嘉大师，因为他太高明，我就拍马屁。哎，我们的同乡哎。同乡成佛了又怎么样？啊，恰恰用声是恰恰五声用，五声恰恰用，常用就恰恰五。恰恰广东话，哎，这里有广东同学，安安，对不对？啊，哎，广东同学点个头啊，是不是？安安，啊，刚刚了，恰恰走。恰好，恰到好就感觉刚刚好了，北方话没有，啊，这个问题就是这样答复你，都简单一点啊。还有，哎呀，妈妈，哦，有一位同学说我们讲的无梦无想是他的答案，其主人公何在？他认为第一个无梦无想的时候，那个清净，那清净一点，圆明一点，两点了，不生不灭三点，不垢不净四点，判片脉虚空发展的本体自身，就一个括弧主人公是无处不在的，真的啊。好，如果这样，你整天晚上睡着了，我拿个香摆在这里拼命的打，看你醒不醒来，痛不痛，因为你的主人公无处不在，一定在这里嘛，对不对？啊，你不要睡着，你睡着了，我拿把刀子，我也算不能把你头砍掉了。这个理念、想象马马虎虎，佛法到底要实证，
你这个理念那么讲马马虎虎，你大概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吧？哈，辅辅仁可以啊，辅仁在骗人耶。不过我是辅仁大学教过的啊，那个辅仁特地教的啊，哎、啊，这个，啊，这是第一个问题。第二个我们提的是无形无相的人是分段生死，无形无相的人，好在我还会看你这个古文，我还会圈点，不错。无形无相的人是分段生死，但是自己那临时是无形无相，下一次的生投生的话，是否还能得生得为人生，就无法可知了。可能是身为飞禽牛马等生，就要以自己过去生死善恶业力来决定。哎，你太谦虚了。弟子认为父母为生死是无法得知自己的本来面目的，这个不对。一般人是这样，我们学佛的就要追这个问题。禅宗所谓禅，就是追，追到了就会知道问父母真正的根源，这个叫做正得菩提。不然我们何必出家学佛呢？不是上当白受骗了吗？的确可以证得。这一点我只能这样贡献你一点答复你啊。这个这一份功德圆满了，还有哦，这一份长了，这位老兄弟嘛，时间不够了，慢慢来啊。关于佛教的前途啊，该慢慢来。嗯，还有两份，慢一点啊。下次再答复。也跟我喉咙休息一下。啊，累了就放腿休息15分钟，准备吃饭，好吧？谢谢。